来，老铁们，在这儿挂了一个瓶子啊，本打算扔的高一点，结果挂在半截上了啊。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的温度啊，现在八点，应该是八点多一点啊。这个时候的温度呢，还在-9度啊。拿复合弓咱们打一下这高靶，对付着看吧啊。没扔太好，太冷了啊。威力够不够大？每一下全部干对穿。来，咱们去看一下这瓶子啊，这里边已经冻冰了啊。这是一个夏季的一个玻璃水的瓶子，已经全部结冰了。看打的，全部打裂开了啊。每一下全部干对穿，看到吗？皮筋也干穿了。最后线打的是这地方，我打算把它干下来，让老铁们看看效果。矿泉水，我说不是矿泉水啊，玻璃水啊，绝对没毛病啊！而且我截图了，现在的温度啊，我操，太冷了。